的木星的这个红姜黄定，我觉得非常方便。它打开来的话，会先看到玫瑰金的包装，再来呢，它的包装非常小，平常外出吃饭只要放在小包包里面，吃完饭觉得比较有罪恶的时候吃一定就好，而且它吞食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味道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方便，是我今天觉得很喜欢的营养产品。